我们回天津了，搬家分了四路，先拖走家里的车，然后大货车搬走家里的物品。太太也帮着忙里忙外，好可爱的样子。太太太厉害了，还不忘自己搬狗粮。第二天大清早送开妈、果果还有爷爷去机场。登机前果果还要和爸爸亲亲，小手摆摆也太可爱了。为了几只狗狗，我们租了辆房车，给几只小可爱穿上尿不湿，自己登上房车。来来穿了纸尿裤，好像不会走路了。收拾完行李出发，车上太太人模狗样的看着窗外发呆睡觉沉思。太太抱着爸比睡觉也太有爱了吧。继续前行，希望狗狗们舒舒服服，一路顺风，安全到家。